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，今天继续给您分享构语言哦。今天呢是第三十一期，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呢，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 YouTube 频道会员的朋友们，您的支持呢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。好，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，什么内容？大家请看我的标题，定义标签。 今天咱们在 Go 语言中定义几个标签，并且要使用它，该怎么做？咱们试一试啊。好，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，就一个，咱们在 Go 程序中定义标签，并且使用这个标签该怎么做？今天我还是给您手工编码啊，咱们试一试啊。首先咱们编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先给大家编两个死循环，咱们试试啊。好，那咱们先编啊，大大家看我编的是不是死循环啊？ 嗯，先先写个 for，对吧？然后在 for 里面，咱们再套一个 for，对吧？然后咱们这里面输出点内容啊，比如说 format，然后这个地方叫做呃开始执行，行吗？对吧？大家请看，我现在是不是编了个死循环？对吧？然后还没有完，这这是内部 for 的死循环，外部咱们还要再接着编啊。比如说咱们再敲一个叫做外部，也是个死循环，这个叫做死循环中。 行吧，大家请看我的代码啊，呃，咱们留两个循环对吧？一个是留两个 for 循环，但是我没有加任何的条件，相当于 for true while true 对吧？它永远循环下去。然后大家注意看，我在里面这个子的死循环里面写上一个开始执行，我在外面呢又写上一个死循环中对吧？那么您说这个代码咱们当然最后我再敲上一个什么吧？再敲上一个这个。 哎，程序结束行吗？程序结束好，那么大家说，我这段代码它执行的结果是什么？对，它肯定是到这儿嘛，对吧？啊，一直开始执行，然后一直就循环这个开始执行的这个 message 就不停，对吧？咱们试一试啊。嗯，我别让我别让我这个程序抛啊，不不是别抛，别让我这个机器毁掉，是吧？它应一直死循环嘛。咱们注意看啊，Go，大家请看，我赶紧给它停掉。 一直在做死循环，我没说错吧？那么，OK，咱们怎么终止这个循环呢？呃，一般咱们在做其他语言当中都是怎么做？break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加个 break，加上 break，咱们清屏再看一下，注意看，大看。 还是在死循环，大家请看,看，只不过是变成了开始执行死循环中，开始执行死循环中。刚才只有开始执行，现在我加了一个 break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从内部这个 for 中啊，哎，跳出来了。那么不对啊，你跳出内部的死循环，咱外面还一个死循环呢，这怎么办？如果大家注意看，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执行完咱们逻辑之后，我想跳出这两个死循环。 同时跳不能说只呃只跳一次，我一下想跳两个。那么有朋友说，你在死循环下面这儿，你再加个 break 不就行了吗？对，这样加是可以的。但是这样加的话，您不得加两次吗？我在内部就我在内部死循环中就想把所有循环都跳出去，该怎么做？当然了，咱们先试一下这个两个 break 的结果、啊。 这是可以执行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不是还得加上很多标记判断，然后呢，从内部的好多循环中的一个子循环中一步一步往上 break，是不是增加了代码的复杂度，也容易出您的判断 bug，对吧？那么咱们能不能在内部的子循环里面一下跳到最外面去？当然可以，咱们就试一试。怎么试？用到今天的标签，咱们加个标签就可以啊，比如说，咱们在 for 前面加上一个主处理逻辑的标签。 大家请看，我在这加上一个闷标签，对吧？那么我在 break 的时候，我就有主心骨了，我就知道该往哪儿 break，刚该 break 到什么地方，我要 break 到闷这个地方，这就好办了。那么它会执行一下，开始执行完之后，就跳出里面的这个子循环，然后呢，跳到这个闷的标签，然后呢，跳出去到程序结束。 哎，大家请看，我这一步就完成了所有的地狱级的子循环中，一下跳出来了，解放出来，对吧？OK，是这样啊。在其他语言中，闷还不是闷啊，是这个标签并不推荐，因为它叫、Go、to 嘛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在很多情况下，您是需要有这个、Go、to 标签的逻辑的，对不对？咱们就实验执行一下，看看结果、啊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是存盘，然后咱们清一下屏。大家注意看结果、啊、，g o 开始执行，程序结束。咱们在内部子循环中一下就跳出来了。那么，不管今后咱们再加多少个 for 的子循环，它都可以一下跳出这个地域，是完全的没有问题啊。咱们再试一试，是完全的没有问题。这个呢，就是标签的用处。有好多这个书籍啊，就是面向对象的编程，都是说不要用 goto。用 goto 的话，像你程序中打了好多洞，让你程序这个执行代码不可。 不可增加这个代码的这个可读性变得很差，是这样，因为有好多咱们在做复杂业务逻辑中是会有循环套循环的情况。那么咱们在子循环中如果出现重大的数据例外的话，咱们需要跳出所有的循环。那么我认为采用标签的方式呢，啊、呃，不失为一种好方式。所以说呢，啊、呃，也推荐给大家，好不好？OK。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如何定义标签，如何跳出十八层地狱的写法，也是应该，呃，其实呢代码呢并不是很难，好不好？OK，这个代码呢我都会放到我的 GitHub 上去，有兴趣的朋友呢您进我的 GitHub 下载今天的代码吧。好，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